为什么螃蟹要横着走路？因为麒麟飞去南极会变成什么？这个笑话，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大？这是黄色笑话，但是我喜欢，我低级，我下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no。今天会想拍这支影片，就是因为觉得出社会太久，被社会摧残到很少发自内心的大笑。我在网络上搜寻了十个笑话，就没想到那个十个笑话都还蛮冷的，有些是谐音梗，就是觉得好像没有办法回到当初那种大笑的感觉，想要快乐，想要年轻啊，所以我就做了一支短影片，然后跟大家募集说，谁有笑话可以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笑，比我网络上找的那十个还要好笑的话，我就寄一份礼物给他。才短短三天，我就收到了200多个笑话，我都忍住没有先看，因为我想要一次把它拍出来，然后看哪一些到底很好笑的，跟大家一起分享，看有没有跟我一样被社会摧残也需要大笑的人，可以戳到你们的笑点。那我们就一起来评鉴这些笑话到底好不好笑。好，那要开始喽。有很多人都说真的会被流言串笑死哦。为什么超人的衣服那么紧？因为救人要紧。超人保护地球，那谁保护城市？银幕保护城市。好，他战术蛮多的。冰块的愿望是什么？退伍，因为他当兵太久了。这个很适合放在饮料上哦，早餐的饮料上。玻璃跳楼前最后一句话是什么？晚安，因为他要睡了。警卫在笑什么？校门口。小明搭公车的时候不小心把健保卡当成悠游卡刷，这时候健保卡会对小明说什么呢？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？逼。圆形大便的生物，原始人。落枕要坐什么车去医院？接驳车。阿姨不会流汗，为什么？因为她不想留遗憾。去台积电面试为什么会跌倒？因为里面有很多半导体。川普跌倒变成什么？三普。那川普被捅会变成什么？棒普。川普骑车叫什么？巡普。哦，大家好厉害哦，大家在玩接力梗耶。狮子和熊比赛拉屎，谁会赢？答案是狮子，因为事实胜于雄辩。这个我好像看过，但谢谢。狗会汪汪，猫会喵喵，那鸡呢？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。什么人最容易被绑架？模范生，因为他一脸好榜样。有就是很多冷笑话可以贡献给饮料杯上的厂商们，如果你们的饮料短缺笑话，可以来这边捞，来我的留言区捞。为什么螃蟹要横着走路？因为有钱就是任性。最安静的动物是谁？大猩猩，因为悄咪咪。猩猩讨厌什么？平行线，因为没有香蕉。为什么卷发不能当警察？因为警察是执法人员。曾文熙跟左水溪说：“我们不适合，我们不适合。”为什么面摊老板都不笑？因为他面摊。部落里的八九叫什么？部落格。这是最近的那个格哎。部落里的八九叫什么？部落格。李白怎么死的？答案：失血过多。这个也很适合放饮料上。最好笑的动物是什么？海鳗，因为还蛮好笑的。凤梨跟芭乐打架，谁会输？凤梨输。关羽字云长，李白字太白。500字什么？500字心得。陶晶莹玩抖音会变成什么？晶莹剔透。抱歉，晶莹姐。麒麟飞去南极会变成什么？冰淇淋。这个笑话。这个笑话很适合我弟哦，这个不错，这个但是这个笑话用讲的比较好笑，用看的不好笑。抖音的留言一堆人说冷笑话好冷哦，嘉义感觉好冷，但是你们都讲不出一个很好笑的笑话，你们只会说很冷。我想要笑话，笑话募集，想要笑话。还有留言说十个笑话有笑两个，谢谢。喜欢萝莉的叫萝莉控，那喜欢熟莉的叫熟莉控。有人说从来没想过熟莉控能成为笑话，这留言很好笑。一只老鹰是一狗，两只老鹰是什么？两狗。我看懂了，一只老鹰是一狗，台湾国语的一狗，两只老鹰是两狗。我朋友的英文名字叫娜娜，喜欢模型，所以我都叫她模型娜。叫娜娜的要小心了，你们不要喜欢模型，不然会变模型娜。翁山苏姬的哥哥叫什么？苏姬大哥。阿力博士哭的时候要说什么？阿力是在考。哦，这个赞很多哎。哪位艺人的头最圆？陶晶莹。抱歉，晶莹姐。有一天，阿干的妈妈不见了，阿干的爸爸就问阿干说：“阿干你俩嘞？”哎，这个。你这个笑话很低级耶，很脏耶，这个笑话。你知道地瓜是哪一个国家的吗？韩国，因为它是韩籍。结婚10年是银婚，
结婚20年是金婚，那结婚100年是什么？几百婚？什么岛最热？套中岛。套中岛是我一个朋友的游戏 ID， 所以这个我觉得普通。有人说我好想笑，但好难。真的哎，我也好想笑哦。你们在说你。有一天，有一个人来铁轨上，对着隧道里面大叫：“五郎爹家不？”里面传来了一声“呜”，然后就被撞死了。阮经天的舅公叫什么？阮普公。哦，这个我阮经天的笑话的名字很常被拿来用在游戏 ID， 这个我用过，这还蛮好玩的。吸血鬼不能吃麻辣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都吃不辣的。高丽菜死掉。变成高利贷。蜜蜂的嘴巴叫什么？叫闭嘴。有一天，小明跟朋友去树下餐厅，发现衣服被勾住了，于是他就跟朋友说：“是勾引呢。”我觉得我讲出来比较好笑。这个是真粉丝，他标记我跟肉骨头，这个应该是真粉丝。好，我要来讲他的笑话喽。刚刚在路上遇到一只小狗，在我面前大便，大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于是我就说：“你这样不行哦。”于是小狗就很愧疚的把大便捡回来，还说：“抱歉抱歉，狗没拿塞。”狗没拿赛，谢谢谢谢小粉丝，谢谢谢谢贡献一个冷笑话，谢谢。青蛙一直叫，怎么让它停？给它吃冬瓜，因为冬瓜瓜，冬瓜瓜，我如果被耍了，冬瓜瓜不要呱呱的意思，结果是我自己在那边叫呱呱，所以我是青蛙 ，ino 蛙。哪一间饮料店查资料最快？茶先到。这没有资助哦，这不是业配。五月花跟玫瑰花哪个会生子？是五月花，因为五月花未生子。没有业配五月花，谢谢。有一天 Y 跟 U 走在路上，突然 U 哭了， Y 就说： U 你哭了， U 你哭了，我没有自录，谢谢 U 你哭了。但这个还蛮好笑的。孟婆跟阎罗王说：“我这天天给人喂孟婆汤，掌管奈何桥，太无聊了，我要转世投胎。”阎罗王就说：“你把这碗孟婆汤喝了，就去投胎吧。”孟婆喝了汤之后，阎罗王就说：“从今以后，你就叫孟婆负责掌管奈何桥哦。”不错。有一天，大象在大便，他问旁边的兔子说：“你怕掉毛吗？”兔子说：“不怕。”大象就把它拿来擦屁股。隔天，大象在吃饭，又问旁边的松鼠说：“你怕掉毛吗？”松鼠说：“不怕。”大象又把它拿起来擦嘴巴，结果发现它是昨天的那只兔子。兔子狗丢塞，他拿来再擦嘴巴。这个我好像小时候看过，但是只有看到前段，没有看到松鼠那一段。哦，这个是情境的笑话。有一天，人参和枸杞聊完天后要走了，人参就说：“枸杞拜。”枸杞说：“”然后他就很愤怒的离开。人参就看着枸杞离去的背影说：“这就是人生啊。”我觉得我这样讲完，我好像变得很冷。台湾的饶舌叫台饶，东南亚的饶舌叫瓦饶。这个笑话我觉得不行，会有点歧视的味道。鹅过山洞会变成什么？过洞鹅。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士兵是不是钉书机？这个耶稣的信徒会生气，这个不行。我爷爷昨天去买了一本如何改善老人痴呆症的书，然后他今天又去买了一本。这不行啦，这个有点地狱，我不喜欢。男友炒饭很厉害，猜一个店名。鼎泰丰。这蛮好笑的，这是黄色笑话。这个不错，这个截图。什么椅子最舒服？狂欢之椅。同学啊，不可以色色。先杜瑞拉再嘟你妈，这个很黄这有人看得懂吗？这个笑话非常黄哦。有一天，男生跟女生遇到了神灯里面的精灵，精灵说可以帮他们实现一个愿望。男生就跟精灵说想要拥有超能力，精灵就给他了一颗超能力丸。女生就跟精灵说我想要长高，精灵就给他了一颗长高丸。然后女生就变成男生了。间谍八九的安妮亚叫安妮亚拜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啊？为什么？我不懂，这可以念出来吗？世界上哪个国家最大？南韩，因为南韩。不是，有人还留言说不是北韩吗？因为它下面南韩。这是黄色笑话，但是我喜欢。我低级，我下流，我给他 like。好，所以我可能比较喜欢黄色笑话是吗？超人脱下内裤后会变成什么？超谢喽。叶子梅如果只有一个奶，猜一个国家？意大利。可是要知道叶子梅是谁比较好笑他如果笑话改成
如果只有一个奶，猜一个国家，意大利就蛮好笑的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邓不利多，多不利邓。我没有看哈利波特，对不起，这个我不太懂。为什么芋头放进火锅会化开？因为领域展开。流域展开。霍尔的移动城堡第二季叫什么？霍尔的两栋城堡。你们这样子哈，宫崎骏要哭了。医生，我手术后要多久才能拉小提琴？医生说一个月。谢谢你，我本来不会拉的。小熊剪指甲变成什么？小能。大熊熊剪指甲后变成什么？冷能。大家接力这个比较好笑。有一天小明去爬山，结果他后面有个阿嬷突然就 beatbox， 而且很厉害。结果小明转身一看，发现是阿嬷吃到蒲公英的花粉。豆哥是狗，那豆哥是腊肠狗 ，VIP 豆哥是贵宾狗。还有吗？还有谁要再接力的？什么车最多灯？答案是垃圾车。有一天，大便跟小便过马路，然后大便被车撞死了。小便就说：“我好想大便哦。”有人笑吗？这个有人笑吗？有戳到谁的笑点吗？历史上谁跑得最快？曹操，因为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你知道为什么鲑鱼吃完后肚子会痛吗？因为鲑鱼在胃食道逆流。什么食物最讨人厌？面团，因为它总是被人赶来赶去。有一对情侣吵架，女的很生气的夺门而出，男的就很快速的跑过去把门夺回来。谢谢大家的贡献，今天的笑话就到这边。我觉得很好笑的大概两个到三个，私讯给我，真的寄礼物给你，谢谢大家。这些笑话有没有戳到你们的笑点？跟我分享，有可能是我笑点的问题。我看下来，我可能比较属于喜欢黄色笑话。完蛋了，反正大家都成年了，还蛮好笑的。那笑话真的蛮好笑的。今天这支影片真的是笑话大合集，还有什么更好笑的也可以跟我分享。真的，我觉得真的有戳到我笑点的话，我会寄礼物给你。谢谢大家的贡献，希望这个世界可以多一点欢笑跟温暖。感谢你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什么卡通人物最爱出糗？他说洗完澡公布答案，可是已经过了三天了，他还没有公布答案给我。请问你洗完澡了吗？公鸡在屋顶上下蛋，请问蛋是往左边滚还是往右边滚？啊，我没有答案，我看不懂。有些人讲的笑话都没有答案。饼干有了男朋友会变成什么？有人知道吗？下面跟我说。